你好，这里是波尼朗。今天我们来学习 월, 화, 수, 목, 금, 토, 일, 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、日。월요일，星期一；화요일，星期二；수요일，星期三；목요일，星期四。금요일星期五，토요일星期六，일요일星期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